现在有请两队新人交换，两队新人，你们谁先交换戒指呀？你是哥哥，你先。你高，你先。你帅，你先。哟，客气了，你比我帅，你先。两位新娘子说呢？ 我们先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两对新人一起交换戒指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